世足赛四年一次，总是吸引众多球迷齐聚欢笑，讨论帅哥胸肌有多凶猛。但弄懂足球规则也是挺重要的哦。今天帮各位介绍足球基本场地，球场正中央点上再画个圆，称之为中圈。至于球门附近的画线，则是分为球门区与罚球区，罚球区外再画出一个禁区弧。球场四个角落半圆各插上角旗杆，称为角旗区，是球员发角球时所站的区域。白色球门位于球场两端，并且在底部画上球门线，任何进球点都完全通过球门线才算得分。